公里，好不好？就是上面海带，上面海带。OK。前两天一直有人海带，害我好害羞、哦。他都很比啊，就害我不知道怎么评分。哎、欸，淑女，淑女今天没来，我知道你是想涂大哥是不是？因为他俩好多天认识他了，已经认识他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第一组要欢迎谁来出来？第一组欢迎我们湘琴跟评委，掌声鼓励，耶、yeah ！好，要怎么玩要喊出来哈，海带拳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五六七。哎、欸，等我 Q 一下好不好？尊重一下我，虽然你的对手是他。来，五六七八。石大哥熟到重刷狼啊！好，先剪刀石头布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石大哥先。1、2、3、4，海带呀、啊，海带！哎呦，拳王呢？哎、欸，他很靠近的，海带，他想吓唬他。他果然很爱贪心呀。对，接下来第三组，第三组小童。来，先剪刀石头布，来剪刀石头布，来。好，3、2、1。你先对，你就直接出手。对，你来，再次来，3、2、1，海带，非常激烈，海带，陈颖，哇，恭喜你，果然这招是有效，下虎超市真的这招有用，厉害，跟凤山人学。好，接下来这位从这位新竹来到高雄工作的，对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先生先，5、6、7、8，海带呀，哎，全套赢了，拿到来高雄工作，全套两剪赢了，来了两天，然后今天想说可以来玩个游戏，好，那赢的人是两个嘛，刚刚好嘛，对，那优胜者有可以得到奖品，总共是两位，那我们请优胜者呢再 PK 一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奖跟二奖，哦，比较大就对了，对。那优胜者是哪两位？哦，石先生跟这位张先生，帅哥张先生。好，那我们进行 PK 赛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石先生先，预备开始，那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表演了。